可爱的瓜头鲸游啊游，纷纷露出像似木瓜的脑袋浮出水面换气。就是在花莲港外海发现一群罕见的瓜头鲸族群，并且愿意让船只靠近，让船上的研究人员也赞叹好可爱。带您来看一段现场访问。昨天在离港口大概是15海里水莲附近那里，看到了100多头比较罕见的瓜头鲸。这样子的瓜头鲸其实它个性非常的害羞，它群聚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庞大，然后甚至于跟船只都有一些互动，能够靠近船只。17号由作家廖鸿基老师所带领5个小时的航程，希望能在比较远的外海寻找到不同种类的鲸种。跟一般鲸豚类不同，瓜头鲸身材娇小，体长约在2.5到2.7公尺之间。赏鲸业者也表示，瓜头鲸约2到3年才会出现一次，可以说是十分罕见。这次发现瓜头鲸，仔细一数，数量庞大，超过100只，